您欣赏相声《规矩论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行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谢谢。谢谢，全是人。哎，谢谢。等你半天了。谢谢。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谢谢。今天是9月9号，哎，教师节的前一天，真清楚。今天有没有老师在座的？有没有老师？这是老师啊，坐下坐下啊。老师穿那么暴露。不是，人家下班时间，你管得着吗？啊、哦，下班了啊。我再看看，我再看看。啊。挺好挺好，黑色的啊，那个还是上班吧。今天这么兴奋吗？都谢谢。我们来深圳演出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好几回了，好几回了。上演我们两个人的专场是第二次，好像是第二次，应该是。我们之前来过。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。对，上的台来，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好啊，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有头回来的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。没错，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嗯，我叫薛之谦。去去去去去。薛之谦死八年，刨出来都比你好看。要点脸吧你，怎么什么热度都蹭啊？不是，人家不是最近不是红吗？不是红，你别蹭他，你蹭他干嘛？我叫吴亦凡。就就就、这个、要点脸吧啊，说自己名字。好，谢谢谢谢啊，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。我不叫薛之谦，也不叫吴亦凡，那叫我叫岳云鹏。对了，我已经这么不红了吗？我记得我红过呀。是是是。我天哪，弄得我一点心气儿都没有了。是，您也自己不是也说了吗？红过。我叫岳云鹏，这是我的搭档。我呀叫孙越。是我、啊、今天是他的单口相声专场。不，哎哎哎，今天也是没溜，没，那掌声是给咱俩的啊！你现在这么红吗？现在没，没有吧？没，比薛之谦差远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也复婚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说这个吗？开心，哎呀，恶心，听。我们两个人是好搭档，嗯，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。
8年了，重新站在深圳的舞台上，真是非常的开心。是我们放眼望去，今天在座的得有好几千观众，也满了哈。楼上楼下灯太亮，基本看不清楚。对，面光灯太亮。楼上有很多的朋友，而且坐那么高。把这灯关了，把楼上灯开给我们瞧一眼。对，嚯！好家伙，后边那都满的。嚯，那都是人。谢谢。我天，那二那上面也有。那也有，我天哪！我。你怎么坐那么远？你是真的没有钱吗？这就是你不火的原因，得罪人一天到晚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真的没有钱啊！好好好，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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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挣钱吧。有那么多的朋友，而且据我所知，刚才演出商跟我说，今天不止我在这演出，还有谁啊？深圳还有演唱会，对吧？哦，对，有，五月天是吧？五月天演唱会啊，希望五月天演唱会成功。阿信啊，希望你们成功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黎明是谁？希望你看见自己的黎明。好，我希望看到明天的黎明啊！黎明是四大天王之一，对，今天也有他的演唱会，也有啊。本来看演出的朋友就这么多啊，那就分散了，因为有闲的就这么多，然后呢，还给分散了，是有点对不起人家了。我们两个走上台，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，是送花的，特别的开心，特别高兴，真的，现场都有7-8千的观众啊，就三个送礼物的哈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没关系，尤其是前几排啊，这些个有钱人哈，就是前三排，你看啊，啊，高价买的票，多少钱买的？2000买的票，两千买票，你疯了吗？2000的买我票，真是。2000你就可以包我了，知道吗？没有渠道，主要是我现在我多便宜了，我要不过气了呢？那可不是，去年还稍微贵点儿，去年正红的时候是，去年2500一宿，谁说一宿？谁说一宿？凭什么呀？不开玩笑了啊，不开玩笑，这个确实也没有人拿钱。这个确实没有舍得花钱的。半年，你看看，好吃不贵，包一年打折哈。我们两个走上台，发现台底下那么多观众，不少啊，真是特别开心。是啊，特别激动。我小月月，我何德何能啊，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朋友来看相声，而且深圳又是一个。码头城市又是一个码头，又是一个南方的城市，对，发达城市。我们一开始以为相声只发展在北方的城市，我没有想到南方深圳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，南方也能接受，喜欢听相声，真的真的。你们是走错了吗？还是不是哈？拿他们当五月天了？就你看手里的票是不是五月天？不是哈？确定没有走错是吗？好好好。真好，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冲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欢乐。哎，说实话，咱们现在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，对，没有一个消遣娱乐的方式能让您开怀一笑，释放了。听相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，又喜欢说相声，对，对不对？又喜欢研究，喜欢琢磨，喜欢把时间花在相声上面。本职工作。我今年岁数又不大，我19岁，我以后的路。以后的路可能还比较长，哎，但是我现在就很努力。哎，没听见是怎么着啊？龙啊，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嘛，对不对？那是让你跑慢点知道吗？干嘛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多大岁数呢？你问我的岁数吗？对，您的芳龄。我的芳龄，嗯，20，我今年这个岁数啊。
二十多了、嗯、啊。咱们看谁累好不好？二十一了，二十二，差不多得了哈。对你，你二十二差不多啊，三十多岁了。嗯，您高寿啊？我不到一百。你也快上墙了。嗯，就喜欢研究相声。嗯，对不对？生活当中一天24个小时吧。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，这是必须的啊，必须。其他的时间我们研究游泳逛街聊天喝茶唱歌，再有的时间就是研究相声。把这个相声哪儿还有时间呢？时间嘛，挤挤总会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您说的是时间吗？除了时间还有什么积极还能有？嗯，达克宁。啊，确实有，确实有。嗯，说牙膏没意思。嗯，挤出时间来研究相声，是回馈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。没错，朋友们为的是什么？就是笑。是啊，开心。嗯，你知道笑吗？知道啊。你知道笑？嗯嗯嗯。我的朋友，你知道笑，我很开心，真的。你开什么心呢？你知道笑，我跟你妈，我们都很开心。这，我开了你，我知道笑这是怎么着？不用。废话，是不用，谁跟你客气了？笑吗？嗯，笑。您那是笑吗？您那不贱吗？怎么了？不懂，我还不懂、啊。笑是这样，笑什么样？贱呢？它是有区别的。您这是贱笑，这是笑，它都是有规矩的。就这笑容啊，是有规律的。这有什么规矩啊？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您说这笑脸儿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来得快嘛，这脸恢复这个原貌慢。对。这没观察过，没有观察，没有。我给您做一个表演，表演这个笑。咱比如说某一观众往那一坐听相声，嗯，某一观众，哎呵，这个相声说得好啊，是，哎呦这个逗哏的你看看，哎呦吴亦凡，我的天哪，观众也瞎，嗯，真好看啊，哎呦，看见什么了这？啊，这就开心了，嗯。嚯、哦，还笑着呢，呵，哎，你看这表情走时能用，你看，哎呀，怎么了？猝死了，这才回去，笑容这才回去。您这也太慢了，就这样啊？不，这太慢了，耽误事。您学会快着点，笑容来得快。回去快，回去的也快，对，不合适，整齐，容易把旁边的观众吓跑了。都这么笑，好，再来一回，来一回。哎呦，这个相声说的好 啊！哎呦，薛之谦，我天哪！哟、啊，好，这给摁回去了，合适吗？这不合适了，这是规矩，是。万事万物是一理，还有什么呀？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。您再说说，咱比如说啊，嗯、哎，挠痒痒，就这快痒痒。每个人都痒痒过吧？都痒痒，对，对吧？啊，挠痒痒都是有规矩的。挠痒痒什么规矩？以这个腰为界限。啊、哎呀，啊，腰以上痒痒了，往下挠；腰以下痒痒了，往上挠，这就是规矩。研究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找不着腰。这个人很诚实，嗯，找不着腰，找不着就是找不着、啊。这些是你的腰啊，我的腰比你脸还宽呢，大腰嘛，没有大腰像话。啊，棒棒糖，以这个腰为界限，哦，做一个表演啊。哦，腰上面痒痒呢，比如说脸上被蚊子叮了，您这脸，嗯，
啊，蚊子得撑死我天！好，哎呦，哎呀，这惨，这蚊子死的，哎呀，好家伙！嘿，还挺痒痒，起包了，挠吧，挠吧。哟，哦，这么挠，哦，看见了吗？往下挠，是是是。咱比如说腿上，又叮了，正招蚊子还。死了，还挺痒痒。是是是，往上。嘿，好，往上挠。哦，哎，行，您这不是挠痒了，这是，这憋着挣钱呢，这是。您等会儿，我再问你，就是这么挠，那叫腰痒痒了呢？啊？腰又痒痒了呢？腰痒痒？啊，那就让它痒痒着。哎，好，忍着。你横着挠啊？哦，横着挠。哎，哦，这倒是，这是规矩。哎，话说回来了，规矩都是人定的啊，这规矩能打破，打破他的规矩，打破这规矩多好啊。不好，你上边痒往上，下边痒往下都好。再来一回。来，一样嘛，又叮一个。好的嘞，好，哎呦呦呦，挠往上快，一会儿劲儿过去了。嘿嘿，好，西游记看多了，这是不好看。腿上呢？腿上。哎，好，这蚊子都灭门了，这是。痒了，快挠。来，哟，太难看了，不好看。是是是，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。还有什么呀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。您说。大街上走着呢，嗯，后边有人喊你，就这个回身转脑袋，都是有规矩的。哦，前面走嘛，后边有人喊。对，这个回身跟转脑袋，什么规矩？先转脑袋，再转身体。哦，就脑袋先回过来，身子再跟着转过来。对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就没观察过。咱俩做一个表演。表演。我前面走，你后边喊我。行。看看是不是先转脑袋，再转身体。啊，你前面走，我后边喊哈。这就开始。来来，开始。不废话了。好好，前面走啊。怎么打雷出门这么大危险呢？大傻子，哎，咋这没听见啊？谁大傻子？你不让我喊你吗？喊我岳云鹏。哦，喊大名啊。你小名大傻子呀？我听后台老那么叫呢。大名哈。啊？谁喊我？别瞎答应，打雷呢。有点什么啊？岳云鹏。嘿，转身了。二傻子。傻子我还排到二上了。怎么了？你也去买药吗？没。没有治傻子的药，你的药也吃光了。行，你们说还真是这个，听见脑袋转过来，身子再跟着转。先转脑袋。哎，话说回来了，要先转身上后转脑袋呢？不合适。合适。容易把旁边人吓跑喽。吓不？再来一回。来，岳云鹏。嗯？谁呀？我还以为今儿清明节呢。谁？啊，那我先走了，要不然我等一会儿啊。我怕等不到了。哎，喂，二傻子，去。您这是平鱼呀、啊？这是个不好看，这确实不好看了。哎。这要脑袋跟身上一块儿转的，一起转，整齐呀、啊，难看。嗯，再来回，来，岳云鹏，火，您是谁？嗯，您这是自己火、啊？哎呦，嘿嘿，诈尸了，二傻兄，这谁二傻子呀？没有，这太不好看了，诈尸似的跟。
咱再举一个例子。还有什么呀？更简单的例子，嗯，就连说话都是有规矩的。说话什么规矩？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场合，说出的话来，声音大和声音小都是有区别的。这个大小声还有区别？当然了。哪儿的声音大呢？饭馆这个什么饭馆？您那个嘴啊，就是正练吃点人饭，听我的。饭馆，说出的话来声音就大，恨不得嚷嚷起来、喊起来，才显得那么热情、那么开心。是那样吗？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。我没有什么印象。没有什么印象。嗯。咱们两个再做一个表演。又表演。我演一个饭馆的小伙计。嗯。您来一个嫖客，您来一个。哎。您演一个食客。您等会儿。咱们两个人。等会儿。我说错了。不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就是我来一个嫖客。您来小伙计是吗？哎呀，我长得有那么惹火吗？没有，你长那么讨厌你。饭馆的小就这样，下意识说话声音就大了，是吗？来一回，来，开始啊。得嘞，到饭点了，找地儿吃饭。小伙计，您来一个食客，饭钱儿，北京话叫饭钱儿。哎，您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好，我来伺候您，看看是不是很开心。就这招待我时候，这声音很高兴，就越来越大啊。里边什么都有，喊糖的。里边有面，啊，有菜，啊，就什么都有。走一走，瞧一瞧，嘿嘿，来了先生。哎，来。吃什么？吃什么？我们菜单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，吃点什么？你怎么那么贫呢？你，习惯就好了。哎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吃点什么？那个不看菜单的。怎么着？不认字吗？你不认字。那怎么不看呢？我吃的简单。吃什么？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喂，你尝尝去。哎，真快啊！怎么样？是不是说话声音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热情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那倒没有，我想抽你。为什么？你踩我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走这么近干嘛你？好的，您等会儿吧。你往那儿一站一吆喝，这是饭馆啊，有面什么的，我就明白了啊。解放前北方的那个好多饭馆有那个喊堂的，现在也这样。还现在还？你什么嘴呀？这都是过去那北方喊堂，就是里边两位，楼上雅座，全那么喊，都这样。现在没有了。你看现在好多餐厅讲究这个环境要安静，嗯，用餐的环境要优雅，嗯。你看那服务生都挂个手机边往这一站，尤其那西餐厅，你看这西餐厅都能喊这个了。顶多有一弹钢琴的在那儿，你干嘛学西餐厅？装修你高级啊，显得档次高啊，对不对？声音小一些，声音小一点，不合适，合适，再来一回。好啊，来，干嘛非得嚷嚷？嗯，里边请。这是个饭馆，里边什么都有，有饭，有菜，来了。哎，哎呦，天哪！吃点什么？这是菜单，随便点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点，随便点，随便看一看。不看。不认字吗？你不认字。吃的简单。干嘛呢？一盘花生米，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够吃吗？管得着吗？上菜。
警察哟，怎么弄？好，您这做什么交易呢？这是声音小根本就不行，这有点太不合适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哪儿应该声音小？声音小啊，公园里头，为什么呀？两个青年人约会，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，燕语莺声，低声细语。哦，公园里两个青年男女谈恋爱，不一定是男女，哦、他们两个人呢、啊，声音特别的小。月亮，月亮，月亮，那个，咱就是男女，就是标配，就是男女，啊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怎么了？标配是男女吗？对。高配呢？高。女女男，还是高配好啊？顶配呢？女女女女男。还是顶配好啊，对不对？没赶上。哎，你看头一排大爷开心呢。大爷喜欢顶配，对不对？嗯，谁不喜欢顶配？不是，咱别乐，乐什么了？跟你看见了似的，不是，就正常一男一女，一男一女，对，好，男女谈恋爱，为什么？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，是吗？环境也是非常的优雅，环境前不是山，后不是山，左不是山，右不是山，俩人坐盆地里了，你看，盖上盖的活埋了，你四面是山，怎么进去的呀？跳伞，他没听说过。再摔死一个的，有山有水有河流。哎，对了，两个人约会，是咱们两个表演一回好不好？青年男女谈恋爱。对，我来这个男的。谁？因为我有阳刚之气。你来那个女同志、哎、好不好？没听见，因为我喜欢那个大胖娘们。对，我不喜欢这大脸蛋子的，我告诉你。你没听见啊、嗯、你来男的。我来男的。那我来女的好不好、哎，全是男观众鼓掌，你看了吗？因为我有阴柔之美。哎，你到底有什么呀？你来这个非常魁梧的爷们儿，好不好、哎？对，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行，咱们约会。可以啊，我这模样也不像一个女同志。您怎么捯饬？捯饬一下啊。哦，捯饬完了就像了。对了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怎么捯饬也不像？您这是什么超短裙？嚯！哦。头巾，嗯，好家伙，啊，跟抱着一半的鸡蛋似的。啊，好，我都想起奥特曼了。这就成功了哈。嗯。咱俩就是定约会，嗯，见面互相的喊。你到那边来，我到这边来。行，约会啊。行。哎，行了，今儿周末，约我那女朋友见个面，也不知道来没来。哎，你说，你怎么就不能放我一回鸽子呢？我这。谁说的？谁说谁来？那是传染病怎么办？你快点，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我都咽了好几口了，我都。说话，那个来了，来了。那个就是，哎，你闺女什么时候到啊？你废什么话？我就是那个闺女啊！倒像闺的女儿倒是啊。这叫名字是吧？那个来了。
来了，大兔子。您稍微等一会儿啊。你还稍微呢？你们家那姑娘叫大兔子呀？那应该年轻漂亮啊。大兔子好听吗？年轻，年轻，对的，年轻的。来了，来了，二兔子。还是年轻了一些啊。那是行二的。走走走走，怎么了？人家是个姑娘，这个名字怎么带个花啊，带个草啊，好听点的名字呀。有还有花有草呢。那当然了。来来来来来。来了。来了。菜花。哎，花菜怎么样不是？菜花好听吗？行了，这白花花这一片可以了。你要是绿的就是西兰，你知道。行了，凑合吧啊。菜花。土豆，哎哎哎哎哎哎，谁爷们叫土豆啊？我都菜花了，你凑合着吧啊！行行行行，这蔬菜谈恋爱了这，嗯。菜花，土豆，那什么啊？芹菜最近好吗？芹菜这不跟胡萝卜好上了吗？哟，那紫甘蓝多生。过去过去，还紫甘蓝都出来了，那掉菜地里了是怎么着你？你从菜地给我出来啊！菜花，土豆。嗯，我问你，嗯，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呀！我要不爱你，我是茄子。哎哎，离不开了。那个，你都爱我什么呀？我爱你，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嗯，以后我们改。你还爱我什么呀？想不起来了。你看，咱俩也交往了这么长时间了。怎么样？那个，咱俩要不这么着吧？嗯。就下月咱就结婚呗。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哎，我也是没辙了。结婚就结婚，怎么样？拉钩，说好了，拉钩，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你动手！干嘛？你讹人呢？是怎么着？你我这靠着不动了，怎么着？这怎么样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幸福感有没有爆棚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都觉得活的时间长了，我就也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这种谈恋爱方式啊，我明白。嗯，六七十年代，我父母那一辈人这样，现在也这样。哦，不不不不不不。过去的谈恋爱，男女谈恋爱得背着人，因为就过去不好看，说不能打破他的传统啊。不不不，现在这谈恋爱的90后00后的，您难道说了男女都不分了呢？你看现在那个00后走大街拉着手抱大街就啃，有的是。你谈恋爱又不避讳人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大点声，大点声，大家都得知道啊。再来一回，咱情侣嘛，对、哎，就是大点声呢，干嘛非得小声说话？这是我，这是男女朋友啊。来了，来了，哟！你吓我一跳，你！你听相声往后撤什么？你没看见我差点摔倒了呢？踩地雷上了你吗？来了，来了，菜花，土豆，菜花，土豆，菜花，土豆，菜花，菜花了，菜花八元了，五毛钱八元了啊！我凭什么比你便宜三毛钱？跑这卖菜来了？你先卖的菜，别废话，菜花，怎么着？我问你，你爱哥们吗？我当然爱你啊。我要不爱你，我他妈茄子！哎，你都爱哥们儿什么？我爱你，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你还爱哥们儿什么？老娘想不起来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吓唬谁呢？啊，你以为哥们儿不敢啊？怎么着？哥们儿豁出去了，下月娶你。娶我？怎么了？姐们儿，我嫁了。快来呀、啊！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就这么定了。大伙儿说，去你的吧。